假如人生有重来的机会，你还坚持当初的决定吗？这次联合崔游一起创作一件作品，致敬星爷经典影片《大话西游》。初看不知剧中意，再看已是剧中人。当一生所爱响起时，男孩总会幻想自己是身披金甲圣衣的孙悟空，直到现实被生活吊打，如孔子所言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不戴金箍如何救你？戴上金箍如何爱你？努力工作，穿上了金甲圣衣，却发现紫霞他爱着的还是曾经的至尊宝。猜中了开头，却没有猜中结局。世间人皆有缩影，一面爱情，一面人生。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，不负卿。那个人样子好怪。